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嘛，然后家里头唯一出去的一条路，有一个地方给冲断了，那是一个桥，涵洞。现在我准备去看一下，包括我家园子现在都被淹了。看吧，这园子今年这还没到雨季呢，这菜呀，我感觉又要吃不上了。现在跟我爸准备去上那儿去看看去，那就行。听说那桥是冲的，然后看看啥能不能通，要不然木耳都拉不出去了。下面倒蛇了，我知道，就去看看去，蛇啥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跟下面。行啊，来吧。看看这边。这整个人一条道都已经变成这样了，这一趟杆那边都成小河流了，水在那一直流。看看啥样了？看大我估计它不像样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封死啊？看看去。哇，这水太吓人了，这家伙能养鱼了都。这水直接从这儿流下去了，太大了。这车咋回事？下从哪儿下去的？刚回来。哦，也是没过去，应该是吧？过不去了。过不去了。没事，瞅瞅去。他妈堵开了。这地下淹了哈。这家伙全是水，喝饱饱的了。到了，下车瞅瞅去。哎呦去！这家伙，看吧，看那边，越往下水越大呀。这家伙，哦天！之前这个地方要修一个桥的，然后那边属于要修一条便道，这便道给冲开了，下了大水。看远处对面那个地方。这都冲这边来了，这水要上岸啊！啥时候修啊？这天能修上吗？修不上哈，得下管这个好像，这得等天晴一晴，小一小才能修啊。对，打桩两个大那种大点儿，桥宽点儿，要不这个桥年年。看这点河不大，一涨水就冒烟。这家伙，天灾人祸，水火无情啊！看到了吧？这现在的天气，不知道一会儿还能不能再下呀？这边是便道，便道的有一个水泥管子给冲下来了，之前是在摆在这儿的，都冲到那儿了。然后那边应该在组织人力在抗洪呢，就我们临场的，就是人都来了。不行，我跟你说不行，不行，得在那啥，不行，得在这儿搭一个木桥，先让人过来采木耳。对，要不然你不行。人过来抗洪了，你说啊？大桥，听不着啊。大桥，大桥不行了。搭桥去吧，那不搭桥是老百姓采木耳也采不了。一会儿俩过来搭桥了，这水看吧，都从这儿渗过来了。就是你就是这个时候你下大海行，九山下大海行，桥还敢搭一天？我你都在这儿，都上这来，晚下都完，都上上面小屯上去避水了，下了就完了。准备再回家那边看看。家里屯的有的地方也被淹了，这我们屯的里头也开始有淌水了。汽水沟，汽水沟是吧？整个清水河吧，哪有这条件呀？挖了，孟楠。挖了，院子你看看，你上我院去造去。是吗？院子平头。我看看呀，这么夸张？就能看着。先来看看我孟楠家这啥样。好家伙，看看
这也过不去了呀，这是我孟大爷家，得从这儿过去，这现在全是水啊，包括这边的人家园子里头一半菜一半水啊。他前面二驴在里头放两条鱼。这是叫夸张，还养活了是吧？他这阿德原来挺深的。啊、哦，这家伙太大了。看了吗？这地方我们的水已经上来了，有一个大铲车来帮忙给它堵上，把水这菌袋都已经飘起来了。然后还有这边的地，快成汪洋大海了都。这垫了点沙子在这挡一挡。要不然这水一点点漫上来了，正常河水是在那个地方呢，特别远，这一片之前都是干的，正常的道都给冲了，这家伙太大了哈。这水的话啊，看看这儿，这鱼池里头也灌满了，然后都往外排水呢，之前那边上都是摆菌袋的地方，都冲走一些了，都给它摆到那儿了哈，冲走都是钱呀。不知道这雨还能不能下呀，天气预报反正是报的明天就可能还晴两天，之后又开始下，只要这样的话，哎呀就闹心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